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强。ESPN 薪资专家 Bobby Marks 公布了目前薪资状况下，新赛季需要交奢侈税的球队有十支：勇士 1.47 亿美元，篮网5900万美元，76人2400万美元，快船900万美元，火箭8000万美元，湖人300万美元，爵士300万美元，雄鹿300万美元，马刺200万美元，步行者86.7万美元。不过赛季末结算时，如果联盟收入下降，奢侈税也会按比例打折，各队可以在赛季中运作调整薪水，从而避税。2015-16 赛季 NBA 有7支球队交了奢侈税，创了历史记录。当时勇士交了5400万税，7支球队总共交了1.17亿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，老板。